这个就是 Colorado Trailhead， 那么在这个 Pine National Forest 的前面入口。秋天到了以后啊，这一片的叶子全部都变黄了，金灿灿的。这个就是在非常著名的 Kenosha Pass， 这个 trail 呢允许人走，也可以允许人骑自行车，同时呢，马也可以从这里走。远处呢，你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金叶子，在阳光下，非常的漂亮。走进金灿灿的白桦树林当中，你情不自禁地会深呼吸，把浓浓的秋意留在你的心里。我也不知道这个山间小径能走多远，一直往前走，每走一段都有不同的风景呈现在你的眼前。那么在空中鸟瞰这片白桦林的时候是多么的壮阔，多么的伟岸，那么走进了森林当中啊，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
非常细腻的感觉，感觉到就已经接触到它了。不同的时候走进森林啊，都有不同的气味，不同的光线，不同的感觉。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是一种轻轻的香味儿。也许我们会像一片片秋叶，永远不会留在树上风光一世。当寒冬将至的时候，会潇潇洒洒慢慢悠悠地从树上飘下，褪去一身华丽的颜色，回归大地的本色。